颁奖。为感谢民间企业支持绿色消费政策，选购可回收及低污染之环保产品，百洋本市109年度绿色采购绩优前10名企业与团体，第一名为台湾机器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5B厂，请吕明龙主任工程师上台授奖。第二名为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请张银海副厂长上台授奖。第三名为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请黄玉凯副总上台授奖。第四名为永丰鱼消费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水厂，请陈俊光厂长上台授奖。第五名为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15厂，请李佑成资深工程师上台授奖。第六名为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厂，请童信豪先生上台授奖。第七名为中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请陈信荣生产助理副总上台授奖。第八名为朝阳科技大学，请张华南总务长上台授奖。第九名为台湾美光记忆体股份有限公司，请陈明发处长上台授奖。第十名为龙宝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请严春晴协理上台授奖。请所有授奖人及环保局局长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陆力推动各项中辍复学辅导措施，荣获110年度全国中辍生预防及复学辅导工作绩优县市，特别表扬本市绩优人员，请大华国中徐秀清校长上台授奖。请太平国中沈信娟校长上台授奖。请至善国中赵玉兴校长上台授奖。请万和国中杨志鹏校长上台授奖。请五权国中陈静晶校长上台授奖。请北新国中林慧娟校长上台授奖。请世真国中林琼慧校长上台授奖。请青年高中赖建成校长上台授奖。请教育局杨慧如科员上台授奖。请台中市学生辅导諮商中心刘真芳督导上台授奖。
请台中市学生辅导諮商中心林美妙督导上台授奖。请台中市学生辅导諮商中心陈一贤督导上台授奖。请台中市学生辅导諮商中心钟婉容督导上台授奖。请台中市学生辅导諮商中心季佩瑜督导上台授奖。请台中市学生辅导諮商中心刘小兰督导上台授奖。本府荣获110年度全国中辍生预防及复学辅导工作绩优县市，请教育局杨局长将讲座献予市长。请所有校长、授奖人及教育局局长上台与市长合影。表扬本府各机关致力推动行政透明化，贯彻本府廉能开放效率品质施政理念，特别颁发109年度廉能透明奖。经济发展类特优机关研考会资讯中心，请研考会吴煌生主委上台授奖。发展类优选机关都发局，请都发局县美会副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特优机关地方税务局，请地政局沈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优选机关环保局，请环保局陈弘毅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优选机关法制局，请法制局李善植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优选机关地政局，请地政局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优选机关民政局，请民政局吴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加作机关警察局，请警察局蔡局长上台授奖。参赛类加作机关中心地震事务所，请中心地震事务所林建生主任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加作机关教育局，请教育局杨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加作机关交通局，请交通局叶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加作机关水利局，请水利局韩乃斌副局长上台授奖。
腔色类佳作机关研考会，请研考会吴黄生主委上台授奖。公所联能类特优机关西屯区公所，请陈宝云区长上台授奖。公所联能类佳作机关中区区公所，请林宗训区长上台授奖。公共工程联能透明机制类特优机关水利局，请水利局韩乃斌副局长上台授奖。工程联能透明机制类特优机关教育局，请教育局杨局长上台授奖。公共工程联能透明机制类优选机关水利局，请水利局韩乃斌副局长上台授奖。请所有受奖人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接续颁发110年度联能透明奖。经济发展类优选机关环保局，请陈弘毅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特优机关地方税务局，请沈局长上台授奖。三参赛类特优机关都市发展局，请县民会副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优选机关卫生局，请曾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优选机关中正地震事务所，请林永成主任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佳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请吴黄生主委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佳作地震局，请吴春军局长上台授奖。一般参赛类佳作新闻局，请黄传版副局长上台授奖。工程联能透明机制类特优机关水利局，请韩乃斌副局长上台授奖。公共工程联能透明机制类优选机关新建工程处，请建设局陈永兴副局长上台授奖。
动工程联能透明机制类加作机关住宅发展工程处，请黄友良主任秘书上台授奖。公所联能类特优机关太平区公所，请许桂芳区长上台授奖。公所联能类优选机关雾峰区公所，请陈宗琦区长上台授奖。公所联能类佳作机关西屯区公所，请陈宝元区长上台授奖。请所有受奖人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109年度简政创新绩效评核绩优机关，地方税务局飞燕传输以电子方式传送缴款书、转账通知及缴纳证明书服务荣获特优，请地方税务局省政安局长上台授奖。税务局与使用牌照身心障碍免税主动辅导通知书2.0荣获特优，请地方税务局省政安局长上台授奖。卫生局以长照设立及特约一气呵成专案荣获优等，请卫生局曾局长上台授奖。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以专案管考一站搞定12大施政发展策略、专案管考整合平台荣获优等，请研考会吴黄生主委上台授奖。建设局以台中美乐地计划荣获甲等，请建设局陈永新副局长上台授奖。局以台中生活经济资讯平台服务荣获甲等，请经发局张丰源局长上台授奖。研考会资讯中心以台中市即时口罩地图、口罩购买便利购荣获甲等，请研考会吴黄生主委上台授奖。文化局以行动图书车社区服务荣获甲等，请文化局陈家军局长上台授奖。地震局以重划土地弹性条整体利用得民心荣获甲等，请地震局吴局长上台授奖。水利局以工程在役也能结合软实力，推动水利文化人文新样貌荣获甲等，请水利局韩乃斌副局长上台授奖。地震局与地税跨域一家亲，省时省工便利多荣获甲等，请地震局吴局长上台授奖。建设局以建设一点通资讯系统整合及决策平台荣获甲等，请建设局陈永新副局长上台授奖。
请所有受奖人一同上台与市长合影。奖，本府卫生局于110年10月21日全国保健会议获得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颁发保健类第一主优等奖，请卫生局曾局长将讲座献予市长。癌症筛检与槟榔健康法危害防治第一组第一名，请卫生局曾局长将讲座献予市长。妇幼健康促进获得第一组第二名，请卫生局曾局长将讲座献予市长。颁奖结束。市长早，与会各位机关首长、区长们，大家早。本府第512次市政会议，会议开始，恭请市长致辞。我们与会的各位首长、各位局处首长，另外我们各位区长，还有各位记者先生、女士，以及在我们在线上的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召开我们本周的市政会议。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在我们会议一开始之前呢，颁发很多很多的奖项，因为岁末年终，那很多的机关呢就必须接受考评。那如果做得不好，我们要再加以精进；做得好的，也要给予鼓励跟肯定哈。所以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奖项颁发，那其中有一个奖项我特别感动哈。这个奖项呢是中央的评比，因为我们知道有极少部分的孩子们，他可能因为家庭变故或是有什么特别因素会去辍学，或者是他没有办法上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我们要怎么样那协助孩子们稳定就学哈？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个案很少但是极高难度的工作，因为孩子们的辍学可能跟他的家庭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那有的孩子不是不想上学，他没有办法上学。那有的孩子可能有什么样因素导致他不想上学哈？那也因此呢，我们有一个专责的委员会哈，长期追踪辅导。我们秉持着一个都不能少哈，一个一个要去找，那一个一个要去盯哈，这样的精神。那也因此呢，因为长期这样子一个处理下来，在109学年度哈，辍学率我们在6都是最低的，排名得到第一啊，排名得到第一。在复学率我们是6都第三哈，也因此这两项考评下来，我们荣获110年度。全国中辍生预防以及复学辅导工作的绩优县市啊，那所以今天呢，很多机关表现得很优秀。那不过我觉得这个奖项是特别不容易的哈，所以特别是跟市民朋友来做报告。那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有很多的奖项，包括联能，包括简政便民啊，包括创新等等哈。那我现在就要提出来。因为岁末寒冬，那人流会增加，也因此呢，我们在防疫工作上，
那这段时间平缓很多，可是绝对不能够松懈哈，我们还是必须要加强防疫，因为岁末年冬，那节庆的开始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了要加强我们的防疫工作，我们要再强化啊预防防疫的工作，所以我们要加强疫苗的注射。到目前为止，台中市打的状况不错，可是我们不以此为满足，我们又推出了两项的创新服务哈。第一个呢是疫苗无限畅打，疫苗无限畅打，从第14轮、15轮开始哈，14轮现在正在进行中，马上要接着是第15轮呢。那我们考虑到哈，就是因为现在疫苗充足，所以无限畅打哈。那你希望打哪种疫苗？那尽量给大家施打。那不过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有把它做分流。什么样的分流呢？就是说，在诊所、卫生所，我们只提供一种疫苗。只提供一种疫苗，那这个诊所是提供哪一种，那个诊所提供哪一种哈，那我们只提供一个，免得打错了哈，打混了哈。那第二个呢，在医院的话，因为它的这个人事规模跟它的管理量比较大哈，那也因此呢，我们是提供2种以上的疫苗接种服务哈，所以有需要的民众哈，不需要上唐凤系统预约平台，都不需要，你直接跟你熟悉的医疗院所哈询问，那接洽哈，接洽联络或是预约，那你就可以去试打。我这个医疗院所是提供这种疫苗，是你愿意打的话，那你就直接可以去了哈。那这就是我们要提供疫苗无限畅打。另外第二个哈，我们提供的是你揪团我来打哈，那我们要提供更方便的接种方式。那我们感谢这个磐石会，之前在疫情这个高涨期间呢，有捐赠我们有一部哈的这个车辆。那一般的这个地方政府有的呢，就是把它当作筛检车，可是我们不以此为满足，我们有增加了很多的功能，它不只能做筛检，我们也增加在里面放了这些可以储存疫苗的冰冷设备，还有其他的配备等等。所以我们这部呢，我们命名为行动防疫车哈，我们有一部可以打疫苗哈，可以专门做疫苗注射的工作哈，所以我们就推出你揪团我来打哈。那我们只要各种机关团体或是组织，甚至夜市的摊贩或是菜市场的这些业者们哈，那你只要揪团30个人，满30个人哈，就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这个行动防疫车载着接种团队哈，直接到你们那边去帮你们打哈，你们不用到医院去，也不用到诊所去，也不用到卫生所，只要揪团30个人哈，那打同一种疫苗，那台中市政府呢就会派出我们的这个行动防疫车，那载着接种的这个医疗队伍哈，那直接到现场为民众来注射哈，所以我们推出你揪团我来打哈。那另外呢，岁末年终也是秋冬的季节，那流感也再次的流行，那也因此呢，为了加强市民的保护率，我们今年很早就采购了哈公费流感疫苗738,350剂哈，截至到昨天下午3点钟为止呢，已经接种了593,429剂，疫苗的这个施打率是8.38%哈，80.38%。那虽然我们65岁，我们把它做个分类哈，在打的这些59万的这个市民朋友里面呢，65岁以上长者目前我们的接种率是39.93%，比全国的平均率高，比全国平均率高。不过跟去年比较起来哈，各县市都有这种现象，还是下降，还是下降。那这可能有几个因素哈，有可能觉得有人觉得我打过 COVID-19 疫苗，那我又有戴口罩，可能我就比较不需要打流感了哈，那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点点松懈。那所以呢在这方面，虽然我们的接种率在65岁以上比全国平均率高，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哈我们所有的长者要来施打。那另外在这个6个月到3岁以及3岁到入学以前这两个幼儿阶段呢，那我们的接种率呢也比前一年下降哈。
一个下降 7.43， 一个下降 2.76。 因为很多的家长可能想说，现在在 COVID-19 防疫期间，我的孩子很少出门，所以流感的机会不大，那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就比较不重视了哈。那也因此呢，我们要特别对不起，我们要特别呼吁哈，长者以及幼儿哈，那家长这个带着孩子们要尽早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提升保护力哈。那究竟呢，现在很多人在拍照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也会脱下口罩，那还是有传染的可能性。那也因此呢，我要请市民朋友哈，在流感疫苗方面也要加强接种。那另外呢，在流感疫苗类里面呢，我们也是比照往年有进入校园里面为师生来施打。那今年呢，我们把最后一个板块，私立学校的老师，我们也免费提供进入校园的流感疫苗施打。因为过去这样的疫苗施打仅止于孩子们，不分公私立，或者后来又增加了公立老师哈。那最近我们又把最后一块私立老师，台中市政府也提供公费疫苗哈。所以公私立学校呢，师生我们都开始进行施打，从10月12号开始。那到我们台中市呢，要施打的学校一共有394所要打流感疫苗，到现在已经完成388所哈，一共是238,812位学生。那还有6个学校，那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6号，那预计有9690名的学生，我们也会尽快施打完毕哈。那这是流感疫苗方面。那另外还有几个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台中人要知道台中市哈。那另外呢，我们台中是和平区，和平区哈，那是我们这个最高哈、最远的区域之一之一哈。那它有一个学校呢，叫做博爱国小。这个博爱国小从民国19年创立到现在刚好91年啊，刚好91年，快近百年的一个学校呢。那这个学校呢，因为它是原住民地区。他的学生几乎都是原住民哈，那也因此学校长期以来那个地方就是以原住民哈的这个文化以及族人最多。那也因此呢，学校呢有意见，就是他们要推动校民的这个公投哈。那他们提供校民公投，他们希望更符合他们的原乡，可能更符合他们的族群的历史发展哈。所以今年3月份学校办了个公投，很可爱哈，要更名公投，结果以77.05%哈支持学校更名为德福兰国民小学。它本来叫博爱国小，现在我们要从现在开始要称呼它为德福兰哈，德福兰的这个小学。这个在泰雅族语啊，在泰雅族是好山好水，适合人居的地方啊。德福兰是意思，这个林一路诸位，这个发音可能不太标准。这个德福兰在原住民语要怎么发？让我们市民朋友大家学习。德福兰，德福兰啊，德福兰哈。所以我刚才有点发的不对哈。所以他这个学校已从和平区的博爱国小已经更改为德福兰哈，这个原住民小学哈，它的这个校名已经更改为原住民哈。那所以我们表示尊重，我们也支持。那最后哈，我们的中捷绿线，那从今年开通短短的半年左右哈，那虽然中间经过好几个月啊，几乎没办法动弹，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几乎没有人流哈。那可是呢，这个在这个疫情比较平缓以后，也感谢捷运公司的努力哈。那不断的行销，那它不但是我们台中哈中部地区唯一的一条捷运，第一条捷运，那它富有交通运输功能，它本身所经过的地方，而且这个我们中捷的绿线啊，本身就是景点，它每个站点啊都是景点啊，它本身的站体非常漂亮，车子呢也又新又宽又宽敞又舒适，再加上它所有的站点都是在一个不是在文史地区，像水安宫，要不然它就是在美食地区，附近有非常多的米其林美食等等哈。那所以呢，
到11月21号为止，前两天呢，已经破300万人，从开通以来已经破300万人次的一个搭乘哈。那所以呢，高铁也举办了小小的这个庆祝活动哈，对于搭乘的民众哈，那譬如说在最大站叫的高铁台中站呢，那第50万人次那个人哈，第50万人次那个人进站那个人哈，那有把他找出来，那也送了他的东西。送了他价值9000块的90天无限次搭乘哈，还有他们的周边的商品等等哈。那所以呢，这个半年时间，而且中间又经过这么大的疫情哈，那已经破300万人次，那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哈，加强营运。那以上是我们今天市政会议一开始呢，秀燕亲自跟大家所做的本周的比较重要的市政报告，谢谢大家。专案报告第一案，专案名称为台中市政府疫苗推动政策，请卫生局曾局长报告。市长、各位首长、各位区长以及线上的市民朋友，大家早安。那由我们卫生局来补充报告，目前台中市有关新冠疫苗一个流感疫苗的一个推动的一个目前最新的一些政策。好，请看下一张。那现在以今天11月23号为例，我们现在正在施打第14期的预约平台。那这其中的话，有 AZ 疫苗在诊所，那这个，对不起 ，AZ 疫苗现在在由医院，在施打。那莫德纳是在诊所施打，那 BNT 也是在医院施打，那高端是在卫生所施打。那很快的，从25号开始，就是礼拜四就进入第15期的一个预约平台，所以今天跟明天都是预约的时间啊。从今天早上10点开始的 BNT， 到下午的 AZ 以及莫德纳，可以预约到明天中午的12点为止。然后后天我们就要开始施打第15期预约平台的。那我们的 BNT 是在合约诊所施打，莫德纳是在卫生所。AG 是在合约的医院，我们尽量为了要避免犯错，尽量规划诊所我们只打一种疫苗，卫生所也是一个时段只打一种疫苗，只有在医院可能可以规划2到3种以上的疫苗会分流来施打。好，请看下一张。那这个施打的对象呢，请供大家参考，像以 AG 为例，是18岁以上的第一剂间隔18岁以上就可以施打第一剂，那如果你打完第一剂以后间隔8周以上就可以施打第二剂。好，那现在是在 AZ 在医院，那从15期以后也会继续在医院来安排施打。然后莫德纳的话也是18岁以上可以打第一剂，间隔28天也就是4周就可以打第二剂。那还有包括孕妇的第一剂第二剂啦，还有急需出国的人减负相关资料，间隔满28天，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今天跟明天都可以在诊所来施打莫德纳。那莫德纳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他如果已经1922的平台开放混打，也就是说你第一剂打 AZ 疫苗的话，间隔满8周的民众，可以透过1922的平台来预约混打，或者是如果你到各个现在有开放莫德纳施打的医疗院所，也可以以残剂来开放民众来混打。这是莫德纳有比较特别的新规定。那有关 BNT 的话，也是12岁以上，现在到17岁，原则上都是在学校施打第一剂，但如果你满18岁以上，而且间隔28天，就可以施打第二剂的 BNT， 那孕妇也可以施打 BNT。 然后另外呢，我们 BNT 也跟莫德纳一样，也开放可以第一剂打 AZ 的人，间隔满8周的民众也可以施打 BNT 的混打。那目前 BNT 14期是在医院，从礼拜四开始的话，它会转到诊所来施打。我们有时候会更换的施打的地点，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各个地方的量能。以目前台中市的话，
除了快打站以外，量能最大的是在各个诊所哦，所以那我们 BNT 的需求最大，所以会放在诊所来施打。那再来第二个量能的话是医院哦，那我们医院的话也是会来安排不同的疫苗施打，那量能比较少的是在卫生所，所以我们会针对民众的需求会开放不同的场域来施打。那高端现在20岁以上就可以打第一剂，间隔28天可以打第二剂。那高端现在就是主要都一直都开放在卫生所来做施打啊。那因为很多不少民众他在预约可能不会预约，或者预约不到，或者是任何的理由没有施打到在一平台上来打的话，我们也开放各个可以施打各种疫苗的医疗院所，可以跟这个医疗院所预约的话，就可以直接去无限畅打。也就是说，你只要有符合相关的规定，不管是第一剂或者第二剂，你有到卫生局的网站，你去看一看，在哪个这个场域，在哪个医疗院所有打不同的疫苗，你都可以去跟他预约，然后去施打相关的这个疫苗。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下一页，就是我们在免1922可以直接到合约院所去预约疫苗。比如说以 AZ 为例，我们这部分都有预约的方式和接种的地点，它的时间跟地点在我们的图卡上都写得很详细，大家可以参考。然后另外呢，我们台中市也推出了后康道学博，这个我们除了卫生所也有一些弹性可以来施打不同的疫苗。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纠团接种新冠肺炎疫苗的流程，请看这一张，有关企业、职场、公司行号、宗教团体、夜市摊贩，如果你已经可以揪到满30人以上，单一种疫苗，单一种疫苗的话，就可以洽询我们的卫生所或者卫生局，我们可以媒合合约院所到定点来施打疫苗，也可以媒合到医疗院所来施打所需要的疫苗。这个都是由卫生局现在推出的新的一个方式，来鼓励大家来接种相关的这个疫苗。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感谢磐石会之前有捐赠我们的一个行动防疫车，好，请看下一张。那这个防疫车我们也可以机动的出勤来施打疫苗。那我们的规划呢，只要有设站需求的社区关怀中心，最特别是偏远地区，只要能够满30人，那最主要还是要限制一种疫苗，那跟卫生所申请登记后，我们会排定日期来安排我们的行动防疫车来出任务来施打疫苗。那以上是我们卫生局这阵子对于这个有关疫苗施打的一些这个最新的一些作为。那对于流感的疫苗的话，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目前的统计，65岁以上的长者，台中市的施打率是39.6%，但是跟去年相比55%，我们还是有一个落差，所以我们还是鼓励65岁以上的长者机构的对象能够来积极的施打流感。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6个月以上入小学之前的学龄儿童，目前的施打率也还是有稍显落后，跟去年的比较尚未达标，也请鼓励推广这个6个月以上还有入小学以前的这些孩子们能够积极的来施打流感疫苗。那至于说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些疫苗的施打，我们目前是达到68.4%，但是请看下一张，我们学校的施打从10月12号开始施打，总共要打394所的国小、国中、高中以及5专1到3年级的学生。那目前到11月20号为止，已经施打了238812人。我们预计到11月26，也就是这个礼拜五会全数完成校园内的所有的施打。那好，这个卫生局以上报告，谢谢。谢谢曾局长所做的这个疫苗接种的现况以及流感疫苗的这个接种说明。那如果有不清楚的话，可以再向卫生局询问。
那接下来我们请下面的议程。第二案专案报告，专案名称为促进青年朋友职场安全，请劳动检查处邱处长报告。市长啊，各位局处首长，各位媒体记者啊，还有我们市民朋友，大家早。劳检处报告促进青年朋职场的一个安全啊。那青年朋友是我们社会的中坚砥柱啊。那我们对于培养青年的终身的一个安慰的一个观念啊，使其终身受用。所以我们推展了这个青年朋友的职安教育训练、校回巡回演讲、大专院校的安全伙伴策略联盟，还有青年安全的体验一系列的活动。简报大纲分四大项啊，那背景分析的部分，那这个六都的一个职灾迁人率下降的一个情况，我们台中市从104年的4.527到去年的3.142啊，整个下降比例是30.6啊，是六都第一。那因为产业结构的不同啊，所以各县各这个六都里面的这个防灾作为其实都不太一样。那另外是有关这个108到110年1月到9月同期的职灾的一个年龄层的一个分布啊。那这个数据上面大概29岁以下的这个工作者啊，青年朋友大概12个人啊，占全部87人里面大概12%。那我们推动青年朋友的职灾的这个预防的工作，建立终身的一个安全观念，他可以在30、40、50甚至到60岁都可以在这个职场上作为一个安全意识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作为。那本市的青年朋友大概108年47万人，到今年大概有45万人的这个情况哦。那青年朋友是有逐年下降的一个情况哦。那显得对于职场安全更显得重要。那劳检处这边会积极的研议相关青年职场安全的相关的作为。那对于高中的一个学校职场的这个科系的一个分布啊，那我们针对实用技能学程及进修部即将进入职场的青年朋友，加强相关的宣导，提升这个安全的意识啊，那并要求雇主提供一个安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环境。那目前呢，我们在这3年来也与18校的学校办理相关的校园宵导，那总共有8494人参与了这个防灾的一个宣导的活动。第二部分是有关目前的作为，我们进行了这个校园的这个宣导的一个活动，强化这个校园青年朋友的安全的观念。那与22所学校相关的土木、机械、化工等科系的学校联系，来办理相关的一个活动。那因为因应疫情的关系，我们本处也制作了数位的影音学习影片，提供疫情期间，那学校可以作为一个远端的一个宣导一个运用哦。那另外是对于这个劳动教育的向下的扎根，所以我们有进入到校园啊，来做一个相关的互动啊，提升青年朋友劳动价值的一个观念啊。那另外我们在这个青年朋友大概分布在高中职、大专院校、研究所跟相关的在职的劳工，所以我们大概宣导的方式以这个监督检查的一些相关的防灾重点，还有职业安全卫生教育训练的补助，以及直接聘雇我们这个专家进入到校园来临场辅导啊，那以及职业灾害相关的宣导一个活动。那也恭请市长啊参与了我们青年体验的相关的这个论坛或是座谈哦，那也获得相当大的一个回响。那另外对于我们也执行了这个青春专案哦，那对于像制造业、营造工地、餐饮业、大卖场或是加油站有雇用青少年较多的职场，我们进行了这个职业安全卫生的专案的检查，那也进行了相关的辅导的一个活动，尤其青少年朋友在骑乘机车的安全上面也进行了相关的辅导的一个相关的工作。那也进行了大专院校的职场的这个职业的一个教育训练啊，那跨学校的一个合作，我们跟劳动部还有教育部在我们台中市有17所大专院校结合的安全促进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伙伴，那也在这个计划里面执行到明年的年中啊，总共3年的一个执行的计划，那推展的也持续的在办理当中。那另外是有关创新作为啊，
那我们运用了安全卫生防灾的科技展示啊，结合了这个青年朋友的现场一个体验，那出动了这个巡回职安的展示车至事业单位、校园，或者我们辖区内啊十大工业区进行了互动的一个体验，以及配合公安的宣导的影片。那去年呢也首度举办青年职场的体验营，那招募了这个相关的青年朋友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体验的活动。那今年在疫情舒缓期间也办理了实体的一个体验，包括机械卷夹，这个局限空间的防灾，以及科技在职场上一个安全的运用哦。那这个体验营当中呢，我们张大春局长也在现场推展我们这个今年的购物节的一个主视觉的一个宣导活动哦。那另外是有关这个职场体验的这个部分，也对于发生过灾害或是从事相关的这个行业的人员来参加对象进行了职能训练进阶的课程，结合了 VR 的体验啊，落实青年在就业这个部分的安全那个部分哦。那另外是职场安全的平台的一个分享啊，我们结合了职安署啊，还有中小企业的安全卫生服务站，以及结合了职业医生来进行职场的一个服务啊，提升了这个青年朋友的相关的职场安全的一个观念。那也进行了相关这个互动式的一个宣导跟研讨的活动。那也对于这个外送平台业者啊，因为在我们市内啊，大概有15000名的外送业这个从业人员，那青年朋友大概有4500人，占1/3的量能啊。那我们也跟卫生局、交通局、警察局、交通大队、法制局合作办理了相关外送员的安全驾驶，研定了相关平台业自治管理条例啊。那现在在立法程序进行当中。那对于外籍移工啊，我们本市外籍移工是占整个6都的第2名啊。那对于青年的移工的部分，我们也透过了劳工局的外劳事务科的通译人员，合作办理印尼语、泰语、英语还有越南语的多国的一个执行的活动。那合作的单位也这个中华民国的工业区厂商协进总会一起来合作办理相关的一个教育训练。那另外也这个结合了这个安全的一个摄影比赛那我们与安全防护的距离，这是不安全的这个摄影的一个作品。那安全防护，这是一个安全的一个防护作品。那也结合了儿童的绘画比赛那以及相关的宣导活动，包括机械卷夹、高空工作车、施工架的搭设，以及这个我们相关市府水利局、建设局，还有这个教育局以及那个运动局相关的公共工程的一个临场的一个辅导，那持续的进行相关的这个校园还有国营事业这个里面呢有青年朋友这个职场的一个现场我们来进行相关的辅导的工作。未来的策进作为那本处将持续办理政府机关构筑台中市职场安全健康促进计划2.0那透过资源的共同合作，协助业者落实职安卫的一个健康促进，还有扩大安全的宣导辅导及扎根等等的一个四大主轴，强化职场安全，那提升业者在这个提供一个幸福的职场工作者来工作以上报告恭请主席裁示。好，非常感谢我们劳工局劳动检查处邱宜川邱处长所做的报告请问我们其他局处或者是与会人员有没有要补充或是提出问题的？如果没有的话谢谢邱处长。那各位市民朋友劳动检查处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那因为我们是全国第2大的城市，所以工作的场域非常的多，那我们的这个劳工人数高达100万人以上，那也因此这个处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透过劳动检查，这只是消极，它主要的积极面是要促进那保障我们劳工的工作环境是否安全是否合宜，那另外呢
啊，也透过相关的一些劳动检查，那了解劳工的权益或法令有没有落实。所以其实劳动处哈，它本身的工作是经年累月，而且工作量非常的庞大哈。所以我要特别感谢劳动处的同仁哈，在邱处长带领之下，工作非常的辛苦。那尤其呢，今天我们的业务报告内容呢，是针对这个青年就业。那我们知道青年朋友那进入职场的时间，跟比较资深的员工或是劳工来讲，那时间还是比较短。那么也因此呢，他们对于自己的权益，对于自己工作场域的安全性合与与否呢，其实并不是那么成熟。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透过台中市政府的力量哈，然后呢加强保护青年朋友在就职就业的时候啊，给他们做一些保护跟保障哈，那就是今天我们专案报告的内容。那我们在这方面会继续努力跟精进哈，减少职灾，那促进青年朋友的劳动权益以及就业的机会哈，我们在这方面都会继续努力。那也希望大家继续跟我们指导，我们携手同心，让台中市真正成为一个就业宜居的好城市哈。谢谢大家。讨论提案，第一案，案号电金零一，提案机关经发局，案由经济部水利署补助本局办理110年度自来水用户设备外线补助计划，其中中央补助款1380万元，比例69%；本府配合款620万元，比例31%，已编列110年度预算，合计2000万元整。前述中央补助款1380万元，拟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敬请审议，请经发局说明。经发局报告，本市无自来水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城、海线还有屯区。那针对这个最末端哈，要接自来水管线这些中低收入户哈，中低收入户，那是否向经济部申请补助，那获得的总额是2000万元的这样一个补助款，那预计可以造福一千户的这个弱势家庭呢，可以申请平均大概2万元的补助。那这因为这笔经费未来得及纳入年度预算哈，你请同意先行垫付。以上。好，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案号电金零二，提案机关经发局，案由经济部能源局全额补助本府办理110年度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再生能源发电厂设备认定与查核业务，新台币657万8千元整，拟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敬请审议，请经发局说明。那经发局报告，那依照中央的规定，我们在2025年哈，我们再生能源发电的比率必须占全国总能源的20%，所以依据经济部颁定的再生能源发展条例，我们鼓励哈这个产业来发展再生能源的设备，来提供再生能源的使用。那同时，我们也市政府希望来我们台中市的投资也尽量用绿电。那因为这绿电的供给台电哈，需要经过认证，还有一个查核。因此经济部补助我们台中市政府来办理这项业务。那这笔款项呢，因为未来得及纳入年度预算哈，您请同意先行垫付。那以上。谢谢经发局张局长，请问大家没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案号电金零三，提案机关经发局，案由经济部水利署111年度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水环境建设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第三期原住民族地区简易自来水系统营运补助计划新台币372万2900元整，你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敬请审议，请经发局说明。经发局报告，这是例行性的原住民族地区简易自来水的一个申请补助计划，我们获得经济的补助。那这个计划主要深设在和平区内的梨山、南势，还有 Deafland 就是博爱地区希望我念对哈 d
Gaflame 哈。那因为这笔款项哈，未来得及纳入年度预算，那你请同意先行垫付。那以上。好，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案号电交01，提案机关交通局，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110年度补助本府办理公路公共运输服务升级计划第二波申请计划，其中中央补助款1140万元，比例85%，本府配合款207万元，比例15%，已编列110年度预算，合计1347万元整。前述中央补助款1140万元，您请同意办理先行垫付，敬请审议，请交通局说明。交通局报告，此案主要针对我们申请的那个公车的候车设施有一些智慧型站牌，副挂式有80座，独立式有65座。那配合这个公路总局第二波在公路公共运输发展的升级计划里面，那提出申请。那整个案子是1347万，那中央补助1140万，那本府配合款是207万，那本府配合款已经编列到了110年的预算里面。那中央的补助款的部分，因为还没有纳入110年的预算，所以因应这个业务执行需要，你请同意先行垫付，那待下次的追加减或年度预算之后再办理转正。以上报告。请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临时动议。刚才我们的原来计划的提案哈，讨论提案都已经结束。那请问在这个阶段有没有哪个局处要这个临时动议或是临时提案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会议到这个地方结束，谢谢，散会。